家有喜事，家家有喜事，睇家有喜事频道，了解湾区大小事。Hello， 大家好，我系 AK 啊。咁呢集同大家讲嘅就系珠海当下疫症嘅一啲情况啦。咁一月十三号，坦洲镇咧爆发咗呢个一例嘅呢个阳性疫症啦。咁坦洲镇政府咧就系做咗非常之迅速嘅一啲动作啦，做咗全城封控嘅，坦洲人员只进不出。咁兩日之後咧，珠海都爆發咗新一輪嘅疫症啦，而且呢次嘅疫症咧影響非常之大。咁我哋睇下我哋珠海嘅政府究竟做啲咩動作，我哋市民究竟係點樣去防範呢次呢個疫症嘅情況嘅？咁我一齊睇睇。咁坦洲疫症爆發咗之後啦，珠海市政府咧，特別係鄉州區呢邊就立即組織咗呢個做全民核酸檢測啦。直至到今日為止，1月20號啦，咁成個珠海市咧係展開咗三輪嘅全民核酸檢測嘅，係啦，13、14號、15到18號、19號，一共檢每一次核酸檢測咧都超過就250萬次嘅。咁除咗疫症爆發人員之外啦，咁基本上做到公布嘅結果咧都係全部呈陰性嘅。咁我哋睇下啦，喺一啲小區啦、樓下咧，呢啲見到呢啲棚啊，藍色嘅棚就係俾我哋做核酸嘅市民排隊嘅，係啦。咁地下見到黃線啦，就係保持翻一米嘅安全距離，係啦。咁我哋再睇下遠處啦，遠處嗰啲棚藍色嘅棚咧，就係醫護人員嘅休息間啦，同埋啲醫療設施嘅清潔啊，同埋存放間啦。咁可能會覺得係咪咁大範圍就得一個咧？咁其實唔係嘅，對面就隔一條馬路，亦都係有一個檢測點嘅，係啦。咁其實這個檢測核酸檢測政府是大概在兩三個小區之間就會設一個點了。第一來方便市民不用到處走，落樓就可以做檢測；二來可以看得出我們珠海市政府的決心，不惜用這個財力人力去動用一切資源去盡快篩查出有沒有存在一些風險患者的，這個可以為我們政府去點贊。那我們往下邊再看看，因為今天全民核酸檢測已經過了，咁早兩日我落嚟檢查咧，真係排曬長龍，打曬蛇餅啊！但每個市民都係非常之耐心嘅等待，因為我哋都知道醫護人員係非常之辛苦嘅。咁我哋市民嘅理解啦，同埋政府嘅決心啦，可以睇得出我哋真係共同抗疫，一定要打低呢個疫情嘅。咁同時間啦，咁政府呢邊都出示咗啲文件啦，即係我哋餐飲啦，基本上係取消咗堂食噶，可以睇一睇呢啲商家都係已經貼曬呢啲告示啦，就禁止堂食啦。係啦，咁其實商家配合程度非常之高噶，唔單止個市民啦，可以講真係上下一心嘅。咁取消咗堂食，但係可以做外帶，好似我哋前面有呢、這個肯德基咁啦，其實佢係仲提供外帶呢個服務嘅。因為有一些隔離點或者一些是出門不方便的，那可能落樓買不到嘢食的情況下，那可以通過叫外賣這個上門服務。那疫症13號到現在爆發了都有這麼長時間了，珠海市政府做了這麼大的一些措施舉動呢，那我覺得是非常之令人動容的。咁點可以短短時間入邊可以做到每一次都做過超過200多萬人次嘅檢測咧？其實都係要感謝我哋全省各市嘅醫療隊，包括省外嘅醫療隊，都當時係聽從咗黨嘅指揮，即係國家指揮啦，馬上響應深夜啊！即係睇我睇新聞咧，就基本上係深夜就坐大巴嚟到珠海。有時候我哋做核酸嘅一啲醫護人員，我見到其實都唔係本地人嚟嘅，包括係講一啲外省嘅口音啦，但係喺呢個疫情情況下咧，我哋係唔分地區、唔分語言，基本上係一家人噶啦，我哋係一齊去共同抗疫嘅。咁截止到今日1月20號為止啦，咁珠海咧係爆發咗檢查出咗25例嘅呢個疫症病者嘅，咁其實都喺短短時間入邊啦，可以迅速珠海市政府咧係迅速揾到呢、這個。
傳播鏈啦，咁所以咧南平咧就將為列咗呢個叫防範區啦，因為所有即係大部分咧疫症傳播者咧都係喺南平呢個區域，咁我哋等間都會開車去南平防疫區睇下現場一啲咁嘅情況嘅。我哋已經開車嚟到南平呢個防疫區啦。短短幾日，南平鎮由防疫區升級成呢、管控區嘅。咁有啲特別爆發疫症比較多嘅一啲小區咧，就叫做封控區啦。封控區咧係由政府嘅防疫人員咧統一配物資上樓嘅，配送到每户每個單位，咁都係免費嘅，由政府出資。咁其實南平鎮咧係珠海一個工業鎮啦，同埋本地居民居住啊，同埋外勞務工集中地嘅。咁呢次涉及嘅人群咧都好多嘅。咁其實大家每個市民都非常之配合啦。咁政府都投入咗大量嘅財力同物力嘅，可以睇到啊，路嘅兩邊每隔幾百米就有呢個監測點，都係為咗防止呢邊嘅市民啦，就係即係人員流動啊，嚴格咁管控。咁其實輔導咧，呢啲見到輔導咧，其實係可以平時係可以開車出去嘅。咁而家係管控啦，冇通行證、冇特別申請嘅車輛咧，就開唔入去噶啦。咁其實我哋都想拉大鏡頭睇睇咯。每一個呢個防疫站，這個藍色嘅棚架都係有呢個志願者啦、醫務人員同埋交警喺度把守嘅。咁呢段主幹道係珠海大道啦，平時上落班高峰期係非常之多車，甚至會塞車嘅。時速係可以開到100嘅，咁而家因為防疫期間啦，車輛係非常之少。咁政府都考慮到西區同市區嘅連接啦，開通咗呢條道路，不過咧就唔進中路同停車同埋出呢啲輔導，咁都係方便市民上落班嘅，同埋正常生活。這個咧就係政府同市民嘅上下一心，亦都係防疫為重，但係市民嘅正常生活同樣為重嘅。這個都係考慮到周到。咁我哋已經係八分鐘車程啦，出咗呢個防範區啦。就準備入到前山嘅啦，咁前山目前係正常區域嚟嘅，基本上南平鎮嘅道路咧都全部交通管制噶啦。呢度係華化商都，平時咧係人山人海嘅，咁而家係有防控點啦。其實政府做個防控措施非常之好嘅，呢度有個隔離，有個叫做駐點啦。再往前面其實就是200多米就又有一個防控點了，其實就是為了防止入邊的市民即係可能有些人不聽話啦，就走出嚟。一缸最起碼有三個人，200米一缸。咁我哋了解完南平嗰邊嘅情況啦，咁都嚟到珠海嘅交界同坦洲交界，可以睇得出啦，這個只進不出嘅呢個政策咧，而家持續緊嘅，係啦，呢邊係有交警啦、醫護人員啦、一啲志願者係把守啲關口嘅，因為呢個路口咧就係珠海同中山嘅交界啦。咁目前珠海實行一啲出入措施咧，亦都係非常之嚴格嘅，我哋市民需要持24小時嘅核酸陰性。話仲有呢個綠碼啦，先可以上高速離開珠海嘅。咁因為珠海嘅呢個疫症咧，亦都係通過咗各種即係呢個新聞途徑啦，傳播出去。咁而家係我哋內地嘅，即係中國人嘅新年啦。咁好多地區會有啲返鄉嘅情況，包括一啲廣東省啊、珠三角啲城市啊，都係已經將我哋珠海列為一啲風險城市啦。咁我哋返鄉嘅一啲市民咧，亦都係需要持陰性核酸同埋呢個綠碼先可以報備翻到當地去做呢個居家隔離，之後先可以做自由活動嘅。可以講呢個疫症咧，真係令到呢個春節有出遊計劃嘅市民啦，等啦啲計劃嘅啲外遊嘅市民啦，都係真係打到一個措手不及嘅。包括我哋自己工作都係，但係呢個唔緊要，因為疫症先係目前我哋國家嘅頭等大事，抗疫人人有責。咁我哋珠海市政府咧，亦都係鼓勵咗我哋啲外來勞工者啦，就係非不必要咧，就唔好離開珠海啦。咁亦都係鼓勵咗我哋啲市民留喺就地過年啦。咁政府咧都出咗啲非常之吸引嘅一啲福利啦，吸引我哋翻
我哋嘅啲务工者啊喺珠海过年，享受翻我哋珠海过年嘅福利。咁希望呢个疫症真系尽快过去，包括我哋香港都系尽快过去，尽快通关，咁世界先可以更加好嘅。即系其实我自己咧系真系有经历过呢个疫情嘅，差啲我屋企都系。即係有呢個案例發生，好彩只係檢，即係唔檢啦，即係係流風嚟，流消失嚟嘅。咁成個短短一個星期時間啦，珠海可以做到咁迅速，並且可以快速鎖定呢個傳播鏈啊，變為防範區啦，以防進一步嘅擴散啦。咁其實呢個政府上面咧係起到一個非常之大嘅作用啦。咁同時我哋市民咧亦都係上下齊心啦。仲有我哋醫護人員啦，八方嘅資源啦，咁仲有我哋一啲志願者啦，咁叫做最美嘅熱行線啦，佢哋叫做義不容辭響應咗呢個政府嘅呢個倡議啦，同埋好多啲無工者咧，亦都係選擇留地過年啦，咁亦都大大咁為咗我哋珠海呢個疫症唔俾全國帶嚟麻煩，係做咗自己一份力量啊！咁其實叫做即係。以前讀書啦，就聽嗰説話叫做英雄咧唔係從天而降嘅，其實挺身而出嘅都係平凡人。咁呢一份挺身而出咧非常之可貴啊！咁最後咧都係呢個節目最後咧都係祝福大家一定要身體健康啊！呢個先可以做到虎虎生威嘅。咁最後自己嘅感受就係叫做若道殘冬不是春，東風必定送春來。我哋下期見啦，拜拜。